八字实战讲座，好，我们继续举例啊，继续举例那个来讲父母预测。看这个八字吧，我们看他自己的旺衰，自己的旺衰这还挺好看的是吧？三个啊，助他呢就是四个，生他啊，生他还剩两个对吧？还剩两个，这是两个啊，这是2.5个，5个，这是一个。这两个加上这个应该是同档，应该是四个。一档呢，2.5啊，三啊，5.5。这么看法啊，这么看法那个是不是身弱了啊？事实情况，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啊，事实情况不是，事实情况应该是按照声望来。这就是有时候啊，就是按照那个传统那个步骤，就是我们说的步骤，如果是完全按照的来，有时候会有一点偏差。有一定的偏差哈，这个丑土啊丑土，表面说是生神地，表面生土地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为了一个我们断旺衰一个方面。事实情况下，它并不是完全都是生的，不是完全生它的啊。比如说，它有三个力量，它其实还是有力量去助它的，并不是完全是生它的。大家记好这一点吧，记好这一点。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格局哈，你看月令啊，加上这个有四个的啊，不管它是怎么一种关系啊，不管它怎么样，一般这时候都论声望啊，一般都论声望。哎，这里有个四手三合，合而不化是吧？啊，合而不化。大家那个记好，这个八字还是比较特别的，如果是按照那个深入来看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错了啊。这按照声望来断的，那就对。为什么声望呢？大家记好，有月令啊，一个，再加上其他的三个，这样我们一般按照声望来断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人，我们看他的父亲，看父亲。他的父亲应该是水的话，在这八字当中应该是身弱是吧？啊，身弱的话，我们测什么呢？测一个财运呐，测个财运，测个身体，啊，测个文化，测个这个。水在这个八字中不存在的话，我们要么在外面写个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写一个，这是水的什么？这是水的，我写个癸水吧，癸水。这是水的煞是吧？啊，水的煞，这是水的什么？阴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身弱煞印相生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代表富贵啊？证明他父亲啊，挺能挣钱的啊，挺有文化的，社会地位还挺高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事实情况还确实是这样，反正。以他父亲的工作在那当地啊，那个在那个那种收入啊，那种社会地位啊，还有那个退休后的那种收入啊，还都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看他那个父亲的一个，我们看运气吧。父亲是水，在那个水是身弱，身弱在什么时候有灾啊？是我在那财克印的时候是有灾啊，财克印。我们在那个四的时候，四的时候，A 四是不是克他印金啊？虽然有土通啊，但是它有克的作用是吧？其实癸巳运应该就凶了啊。他父亲呢，应该占重点应该说身体，年龄大了啊，就身体不好了。当然，你身体不好也会破财啊，重点是身体不好啊，也有一些破财的运气。我们看看流年。癸巳大运吧，看癸巳大运。我们看看壬辰年这年怎么样？壬辰年，壬辰年是什么？是对于母亲来说，对于父亲来说，是不是财生？官是癸水偏财的什么？啊，辰丑是官是吧？财生官，身弱走财生官什么？是不是命啊？说明他父亲第二年啊，身体不好。经常吃药是吧？官当然也代表破财啊，因为生命也破了不少财。
官代表口舌啊，这年口舌争吵还比较多，官还代表这种压力啊，这年生活压力还比较大，过得比较痛苦。但是壬水为右神是吧？但今年收入还是挺稳定的，退休的嘛，工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。嗯，我们看看他的母亲，看看能不能看见什么。母亲是印是吧？还是没有印？嗯，没有印啊，有印在这里啊，啊，我们把它当成母亲。母亲在这里是从弱，从弱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庚寅辛卯，这是不是都是？寅卯是不是那从弱格最大的忌神啊？说明他母亲这两个运，应该有不好的运气。不好的运气我们怎么读呢？生弱从弱走印，我们说首先说身体不好啊，可能常年有一些那个疾病缠身。第二点印啊，代表人过得特别痛苦，有心事啊，过得特别压抑。还有代表事业啊，他母亲可能没什么事业啊，有的可能干的并不那么顺心啊，没有事业，没有什么。啊，没有事业，那个身体不怎么样，可能过得还不是特别的开心，这是他这个运气。当然天干是财，啊，这为什么？证明那个不是很，但是不缺钱啊，有财啊，有不缺钱，有收入，这收入呢可能是他父亲挣的，他母亲暂时不缺钱，虽然说什么这个干不好，那个干不好，但是呢不缺钱啊，财运还是有的。好了，今天课讲到这里吧，在这更多视频信息可以登录这个网站。